其实啊，一切都是黄大仙闹的。燃油头，柴油主，一切难命啊。故事还得从孔昭苏第一次下山憋宝说起。那个山上捡到死人骨头的事儿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其实啊，一切都是黄大仙闹的。昭苏第一次下山憋宝说起。高人请现身，整个结亲队伍这都变成了纸人，这又是何方神圣啊？君子怕黑，我得去下面陪陪他。